虎扑7月5日讯，意大利媒体报道 ，C 罗有可能在本周六飞抵都灵城，完成从皇家马德里1亿欧元转会尤文图斯的交易。这名葡萄牙巨星看来距离加盟斑马军团越来越近，意大利豪门已经准备好了向他提供一份年薪3000万欧元的合同。现在 Sport Media Set 报道，尤文总经理马洛塔和体育主管帕拉蒂奇准备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马德里，与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敲定转会的协议。据悉，尤文对完成交易非常有信心，已经为 C 罗抵达都灵城做好了准备。 C 罗可能会在周六抵达卡塞莱机场，然后在同一天亮相尤文的安联竞技。